记者萧芳起台北报道，韩瑜今在脸书抛出一家人婚纱照，表示进入第三天没睡觉的日子，我和婚礼为一家人杀青倒数。照片中韩瑜、张瑞轩、郑毅、安妮等人一脸嚣张地摆出各种国际名模的时尚姿势，而张维熙则做出咸蛋超人的招牌动作，让韩瑜自嘲小春坏掉了。张瑞轩在韩瑜发文一个小时后，也在脸书贴出多张幕后照，可见剧组也正如火如荼赶拍中。张瑞轩也感谢所有的人，笑说大家要一起来崩坏，真喜欢跟你们在一起，一家人就是要那么幸福和快乐。与和大家产生好感情的张瑞轩也对即将杀青感到不舍，有网友同样哀嚎说好想再继续看下去，不要杀青啦。而即将接档的三立新戏《金家好媳妇》今日开镜，刘雪凤、潘丽丽、黄少琪、谢成君、韩瑜、岑冠廷、高宇珍、尤时景、卢燕泽和何贝贝等全体演员皆联袂出席，声势十分浩大。演员们为摄影机揭开红布，祈求接下来拍摄一切顺利平安，新戏一路长红。韩瑜、左等人演一家人，玩到失心疯，翻摄自脸书。新戏《金家好媳妇》今开镜，翻摄自脸书。黄少琪、左起、韩瑜、岑冠廷和谢成君今出席新戏开镜，翻摄自脸书。